第十九天，浴室物件，盆、浴缸、莲花棒、挂钩、剃刀、浴帘、淋浴器、水龙头、卫生纸、马桶、毛巾、鸟类、小鸡、鸽子或野鸽、鸭子、鹰或雕、红冠、嫦娥、鹅、鹰或船、鹿、桑鸟、火鸟、猫头鹰、鹦鹉、孔雀、鸽子或鸟鸽、公鸡、海鸥、麻雀、天鹅、巨嘴鸟、火鸡、秃鹰、啄木鸟、花朵、喇叭花、天堂鸟、山茶、康乃馨、菊花、黄水仙、蒲菊、蒲公英、天竺葵、剑兰、木槿、方信子、绣球花、鸢尾、茉莉花、吉他公布、短吻鳄、毛虫、珊瑚、螃蟹、鳄鱼、金蛙、鬣蜥、水母、蜥蜴、龙虾、魔鬼鱼、贻贝、章鱼、河豚、海马、鲨鱼、小虾、蜗牛、蛇、蜘蛛、海星、蟾蜍、乌龟、海龟、海胆。其他食物：棒棒糖、捞丸子、牛奶、蚝、花生酱、咸饼、薄饼、贝虾、沙拉、山杯鱼片、三明治、香肠、汤、牛排、寿司、糖果。穿戴的物件：皮带、边帽、安全头盔、人字拖、眼镜、帽子、戒指、鞋、太阳镜、羊毛手套。